玻璃市州大臣阿兹兰昨天孤单单宣誓就职之后，今早约10:10第一天来到大臣办公室上班。他看到大批媒体到场守候，开口就说出这句话：“是时候工作了。”他不配合演出打卡上班，也拒绝评论。如今被波州巫统开除党籍，而沦为无党籍的大臣。No more talk.